的邀请，这次才有办法让歌手的梦想成真。那说老实话，上周刚好出差的时候，也是搭长荣航空。那除了有非常宾至如归的感觉之外呢，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内心很温暖的是，当我坐在我的位置上面，然后翻开飞机上面的杂志，发现上面有写，维里安即将要跟长荣管弦乐团合作。想说用这种温馨的感觉，用歌曲来表达，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因为爱》。Ciao!